这个给大家来个年末的一个收尾，给大家弄点我压箱底的东西，叫什么呢？叫易筋经啊，准备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易筋经。易筋经这个东西啊，版本太多，好多，很多很多。我呢，对外面的版本我也不了解，我也不去问去。就是我师父怎么教我的，师爷怎么教我师父的，我就怎么教大家，因为我在其中我受益了。哎，我所以说呢，把这个东西准备放出来教给大家。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？哎呀，古传下来的。但是呢，有一样啊，每一个逝者的名称，哎，包括怎么回事儿，我这个我都不知道，当时我也没问啊。我师傅教我的时候我也没问，现在呢师爷师傅也没了，没了呢我也不能给他瞎编呐，对吧？所以说他们怎么教的我就怎么往下教。我们呢就是其实主要是这一点，就是现在吧，你看外面练易筋经的很多都练成体操了啊。其实易筋经是个好东西，就是说你练吧，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劲力增长啊，就会这个功力大增啊。包括我们这个内家拳呢、啊、其实要我说其实都是从这个易筋经里来的。哎，你包括这个抻筋拔骨啊，包括这个练气啊，内家拳这些东西它都是易筋经的翻本啊。